大家好，我是大吴。现在我们坐火车，今天想去白罗斯的农村，给你们拍一个正确的白罗斯，正式的白罗斯农村的生活。我们今天在火车到了一个中国留学生，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招呼？可以。是准备去哪里？我现在准备去明斯特海。你是也刚来明斯特没几天是吧？我刚来四天。你是在哪个大学读书？我在四川音乐学院。哦，来这边读国音？对，我到这边来其实是交流。对，差不多吧。然后那你觉得刚来几天对白罗斯印象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城市比较干净，然后呢人的话也挺有素质的，比在国内要生活的要舒适很多。是不是美女也是不是特别多？对，美女也多。我们的列车员小姐姐是不是很漂亮？很漂亮。王同学，我们的列车小姐姐是不是很漂亮？相当漂亮。今天我在我的生活中买了最便宜的火车票，两个票就是为了买两个票，我们付了差不多是两个不到。非常便宜。车停了，我们现在先跟着大部队走吧，大家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吧。我们已经到了，我们也过去吧。跟我们探访一下白俄罗斯的农村，是不是闻到烧烤味了？我这一进农村，我就闻到了，大家肯定闻到烧烤味了。好香啊！对，这个是大户人家呀。他写的上面写的是，非常就是说小心有非常，对凶狗，对凶猛的狗。特拉斯推荐。就是小农村的，这相当于是村头的这个小商铺是吧？哦，好漂亮，是不是苏珊？哇塞，这个水好清澈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好的，哇塞，这个好清澈的水，朋友们看这个水好清澈。清澈见底，我们在前方又遇到了两个情侣在骑自行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一边锻炼，你好。一边。如果一会儿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去人家家里看一下。要不我们同志们，要不我们就从这儿进去，进村里面走吧。我发现每家每户这个院子里面都会种很多花，是不是？人们看一下大家种的花。这家好像是有人的，这家也有人，好像我们没有勇气进这户人家看一看。
这家好大了，果然是。对，树木的香味。这是为了冬天烧火吗？这可以烧柴火。德拉斯姐，你好。哦，上面有个人。这家比较有钱。这是我觉得别墅，不是别墅。对对对，这一看就是别墅了，就不是这种大钱了。